现在的茼蒿菜长得很好。大家好，我们家的茼蒿菜可以采摘了，今天要拿来炒。本来是想着吃火锅，但是材料没有准备好，直接要清炒了。看，现在的茼蒿菜长得很好。比较高的是芥菜。这茼蒿菜用剪刀剪，它到时候还会再长。这里的茼蒿菜跟旁边的芹菜是一起种植的，你看，那芹菜到现在还小小的。今天两个菜一汤，炒白菜，然后鸭汤。哇！洗手准备吃饭哦。还没炒之前，一大盆，煮好，看这一盘，这个水分很多。今天的鸭汤加白地瓜，吃完了。说说。我要喝好药的。